最弱的应该是全人族。真的假的？那早上我不用人族了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电脑最弱的应该是全人族。就是种族太单一都很少。我们这排要跟电脑 A 正面吗？A 正面啊，肯定 A 正面啊。A 正面啊！哎，我去，这个地图不是有人被卖了？啊、这又被卖了！我靠，感觉我好危险啊！我靠，我也很危险啊！这因为直接被卖。我们要不要上来四个英雄先去搞一波，开个矿或者去？可以。把电脑 A 一 A。我觉得我的位置特别好。一样，我们三个位置都好。对啊，我这简直太夸张！这儿有个电脑是吧？这两个，两个。我去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图难度还好吧，这个图你看就看因为能不能守啊，他这个位置很难守的，旁边两个电脑，我电脑就不会来打我好不好？你去帮他造点塔不就完了？我们直接先把一家干死怎么样？我们这一把随便打，下一把不造塔，就这么玩儿，刺激。哎，我去！就我开共享了，你们都不开。怎么全是人族啊？你谁家的？你操作差，你开共享是应该的。啊！牛逼牛逼！这都能黑我？是不是？手速这么慢，我是新一战的天王，你这都黑我不科学。你们两个都搞一盘。对啊，我每日日行一善，必有一报。快快快 ，TD！重庆飞过来，你们约战个 BO 六十九，看看谁强。可以，今天刚看到有个星际新闻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们打了多久吗？多久？八个小时啊！我12个小时。啊，那也还好。不赖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？那还好。有一次我们好像搞一个 BO 三十，对吧？我觉得。我们有一次打20个小时，差不多。哎，我们战神都是 BO 一百，两个人。一直撸，打魔兽快，打星际超级慢的。哎，我去，这个地图还不好开矿啊！哎呀，我的屏幕还有点不全，我要出去调一下。好难开矿啊！大哥，你们说去哪打，我就去哪打了。来来来 ，A 他。好的，我送过去了，然后我切出去啊。你们帮我控一下。我军大队已经在路上了。还是个 Warden， 我还是一个大法师，比较深入光环。我觉得这个水元素要把人家打死。我去，电脑不会爆的。那电脑凭什么？哎，我去，这个比尔毒。好吧，保持阵型。电脑被我犀利的围杀了，我觉得这电脑、啊、电脑有点菜呀、啊，这电脑是死了、哎、就，哇，怎么那么多呀、啊？谁说打电脑很难？你自己看后面那个三个力气在那儿，我操！我操！哎，这种话一看就是新手，好像有点难啊。你告诉我这个很简单，瞬间打脸好吗？好像有一点，我得赶紧造点塔。哇塞，你自己看那三个力士在后面点着，好疼啊！我已经上不去了，我觉得我可以去练级了。我觉得你要被灭了。我已经上不去了，别来我家就不会被灭的。快快快，把部队引到他家去。我去买个药膏，再见。我操，这条狗一直追着我，心惊胆战的。来支援个药膏给你，改革。Thank you。哎呀，他会点我药膏！这力取的 AI 怎么这么高呀？他会不会对我放 Nova 的电脑？先打力气，先把他打死呗。他 Nova 已经丢在我身上，丢光了哈。哎呦，这个在追我！这个兵打不完呢，好多兵啊！来，谁有药膏？在这儿要打一个小时。来，谁有药膏给我一个。走了，没了。哦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那百分之百打不过你这个。反正不要去我家。哈哈。不要去我家。哦哦哦。奥克在哪？我要去买药膏。我操！完了。别来我家。大哥别。哎，我去，别赢来我家呀、啊。在哪？
引到外面去。威尔荒，往上面引呗，往上面引。莫慌莫。哎，不科学啊！哎呦我靠，还是来我家了，怎么办？谁引的？我就这么死了？还好啊，没来你家。还好，没来你家。等一下，我再升三本，一会儿升好了马上来救你。我也在升三本，要不我直接就造水泥塔了。可以。我这个战略位置是炮灰位。你那是四号位。这还造什么 MK 啊，冰火两重天了对吧。我 MK 我还是 MK 帕拉丁那种常规一点的。哦，帕拉丁说错了。来来来，药膏贴一个，大家都哎，后面有蜘蛛啊，后面有蜘蛛。这怎么电脑还是个送冰流，各种来送。他那是我尊严而战。等一会儿我们英雄都到十级了。哎呦我去，谁把我药膏都给我买完了？我好不容易凭借我犀利的操作活了三个蜘蛛，三个步兵，你们还把药膏全部给我买完了。哎，是电脑各种送兵吗？他在支援那个安逸。哎呦，现在我们就是用，现在我们就是在围点打援。我靠，围师打援来我家了，我好虚啊！哦，这我怎么有一点打不完的感觉？就感觉是打不完啊，那个兵太夸张了，多的点背不住。来来，我小炮到了。都已经，谁出点男女巫啊？天一，你会不会玩？还出施救？我靠！对啊，我是要制空权的。没事，部队起来就好打了。我出小炮。OK， 可以 A 过去了，我觉得。哎呀，他们在上面练级。我觉得好有难度啊，这个 A 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英雄就是指这个打什么四 v 八的，后面有一个力气。怎么屁股后面还老有英雄出来？对啊，这个位置啊，这个走怪的呀。这是一家人？没有啊，他只是路过的。这个英雄好难活呀，这个你看我出 MK 多好的一锤，你们就自觉自愿的来打了。感觉这样打好像是有点没难度啊。不是你们之前我们英雄多，不是我都说了，个人打区别有点大。这个图不行，这个图你看，他们上来就要那么远，要过来救，要一直过来救，这战线太长了。难道你们打过很有难度的？不是，电脑太容易了，难过电脑。你待会去试一试呀。键盘打完，一 v 四。键盘打完，我准备试一下一 v 十一。那你黑了、加油加油，一 v 十一没有不黑之力，希望你能见到明天的太阳。笑话。哎呦，这电脑还会 TP 的。哎，这电脑还会逃的，太不要他盟友了。你之前没有见过会逃的电脑吗？没见过，真没见过。一般来说电脑都是 不卖队友的。终于把这一家 A 完了，谁奶我一口啊？求个奶！我操，弗莱的这个什么小炮有点毒，小炮，我就是小炮小分队，我是广西巨炮，
这个话说到 Flat 心坎里面了。不是，最早是广西种马，很低调的。哎，我操！哎，谁回城啊？我被打回城了，好吧？哎，你这种，你看我们都在前线拼死拼活的战斗。我真的有这个刷金儿啊，这个就是。还有人打到一半逃跑的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逃跑完，还把我的这个小炮变成一个队友再跑。啊，哎，谁在控制？不知道，肯定不是。是不是弗莱尼？好，还你，还你。他把我小炮编到他的队伍里面，哎，这种人太过分了。你的就是我的，好。哎，我们兄弟之邦。有没有二级英雄啊？没有。我玩就是一加一加 A， 然后就赢了。跟想象中的差得有点远。想象中觉得电脑还挣扎一下，怎么实际打得那么弱呀、啊？不是，都说这个人太高。要不待会那个50%血，来 ，baby， 我建议下一盘我们一个人带个电脑来试一下。FFA 是吧？对。可以。电脑应该是可以控制的。是吗？对啊。我觉得我就是各种刷英雄，刷刷就没了，太简单了。谁说打电脑很难打的呀？站出来！谁说的？我操，这里还有人家基地！我操！不给活路了呀？风矿吗？好，我去丢个风矿去。别人丢了矿这了。我操！怎么上面还有一家啊？这是疯狂？没有疯狂疯狂啊！哎，我已经好多钱了。来点木呀？有没有伐木机啊？这是。我现在一个人在。他怎么这个地方打了这么久都没打下去？他后面有别人啊！我觉得我们可以退了呀。你觉得赢肯定赢了？我是觉得肯定赢了。把这个蜘蛛给砸出来，可以啊。那我们来一人带家电脑。对、啊。可以。我要把 AI 电脑研究一下。什么是 AI 电脑啊？是一张地图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是一张地图。就据说是30银爆兵的电脑，能把人给打哭的那种。就是会保存，会避难，就是保存单传这种。哎、我们要把这个电脑先全部 A 出去啊，要不搞得好像我们打电脑没打过一样。哎，先 A 吧，我反正部队成型的，这 A 的快得很。A 死一家就可以了 ，A 死一两家就行了。好的，那再来多 A 死两家，快！哎，两个 MK 在地图上乱窜，都没有人过来打。我他妈全是小炮，我打不了。哎，好多兵啊！尴尬了，兵还有点多。哎呀，不慌啊！小炮真的是猛，我操！地面无敌，咱有施救的呀。太夸张了，这个这小炮打一切呀，感觉小炮就是无敌的呀，地面我感觉水元素也是无敌的呀。你们这些黑子，这人族太 bug 了，随便出出别人就没了。我靠，这还有力区在追杀我的这个什么单位。电脑怎么这么多钱啊？它是三倍的钱，那是三倍的钱，然后采集效率是双倍是吧？它反正那个木头跟钱每5秒好像会动一下子，就是会跳起来。过来啊我也是这么想的，
啥东西？我靠！不快了，这个打完要很久哎。可以，我觉得这个没难度。零难度，这个是。主要也选了选错地图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什么 AI 电脑应该差不多，这个，只要是电脑应该都一个样。对了，这个图不行。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啊，我军胜利。决定放剩下的人一条路，一条生路。哎，四维八毫无难度。谁有 AI 电脑地图啊？我有个水友说给我，不过那个改天再搞吧。我待会还要比赛。我们现在搞个几点钟比赛？九点左右吧。我们先搞个 FM， 快快快快！二 V 二，每个人带个电脑，建一个呗，来试一下，搞个小图了呢，可以啊，八个人的就行，搞个比较刺激的，找个八人的嘛，来，地图好像还挺小的，小吧，我想一下，感觉什么档次比较好配合？你给我那个兽族电脑吧。哎，算了，我要暗夜，我要暗夜，给我个暗夜的电脑。暗夜还可以自由搭配种族的。来，我去巴多尔给我个暗夜电脑。我要暗夜的朋友。我要买全随机好不好？哈，可以全随机，我觉得可以。这电脑也随机的。啊，全随机，全随机。我操！啊，随机，都随机啊！你们调好了没？有个七对的，电脑有一个是七对的。我要四对，我要跟电脑一块儿。好，行，可以了。对了，开了，走。哎呀 ，Go！ 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。可以买电脑相恋的东西不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可以。我希望我的朋友是幽灵。我希望我希望我是人族。我的。希望我是人族就行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我竟然随到了人族。我黑了呀！这个。这么早？接下来。哎呦，这种族太弱了。我虽然这个种族显示就是玩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不能的。你说九点吗？你说比赛？哎，我要是跟我的盟，我要是跟我的盟友换，跟我的电脑 AI 换种族就好了。我要随到那个 UD 就好了，随到 UD 我还可以玩。这随到这个族太难打了。我这个才难打。我也是 UD， 电脑也是 UD。我这边已经玩不成了，我靠！电脑会追我吗？呀，我给电脑说给我钱，他还真要给我钱。真的假的？你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你是吗？骗人的吧你？你打的是 Show Me the Money 吗？对啊，骗子。打了呀，秀明他妈的就给我钱了。他一开局给了我200，好舒服啊！滚！我已经打过了，给我钱，没有反应。没有，你要打英文的，中文的不行。我再说，给我一下木头。我又打了，还是没反应。你个骗子，我操！天王被戏耍了。他说可以买电脑相恋的东西的呀。可以买的，可以买的。怎么买啊？你走到商店旁边就可以买了。正常的那个 RVR 不开共享也可以买的呀。哦。我去。哇，你还是 UD 呀？家的电脑吗？我操！我家电脑怎么这么弱呀？和平。连个骷髅都招不出来，真是惨！我靠，这个电脑直接是潘三本的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呀！我家电脑牛头就在那傻乎不动。呀，我这个电脑还要动一下，还帮我练级。并不能指挥电脑啊。可以啊，你看他帮我练级了，我去，好专业的电脑啊！哈哈，啊，你家电脑是家养的。我家电脑觉得开个挂的，而且他抢我宝，他抢了我宝不给我了。
啊，你要干嘛，弗兰？嗯，看一看。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，这个电脑抢我宝的。智商真是低。哎，你别这样嘛，还得让我造个冰塔，多不好。走了，走了。我都说就路过一下了，你还要追我？电脑智商堪忧啊！这就叫路过下就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啊，我们的电脑也不来救我，我靠！我是想路过的，但我兄弟来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兄弟在哪？啊，没，走了。这电脑为什么每次都反应慢半拍呀、啊？打了吧唧的呀。我家电脑有点弱智。好像跟种族有关的。电脑就知道抢宝。对啊。我打一个把他抢一个，抢到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抢，哎呀，还好我抢的比电脑快。听了你们的建议之后，真的电脑抢宝好厉害。发信号，电脑不来帮我打呀？你要指挥他呀。电脑是发信号的人，好吧？你敢说过来 MF 他就过来了？你。骗了我一次，还想骗我第二次？没有没有，不吹不黑。你问我的观众，这电脑是不是帮我练了四个点了？天王 TD 真的看不起你啊！没有没有，不吹不黑。感觉这个月工资没了。他这种手残党，只能来尝尝嘴舌之力。哎我去！哎呀，这电脑的智商好感人啊！我的妹呀、啊！我被这个电脑有2000多的钱，2400的钱，好有钱！快你站！我操！我电脑2800的钱，3000。我电脑也2800，看来我电脑比较弱智啊。好有钱啊！我电脑真的有钱到不行了呀！指挥不动。我靠！电脑还把我 MF 的分矿给占了，妈！看来他已经这么有钱了，还抢我分矿，象征性的开一下。哎，不动的这电脑。哎，为啥你们电脑都不动？这电脑各种帮我练级，效率有点高。呵呵，我只表示。真的，你不是问我观众？这电脑帮我练级没停过。开过共享吗？哎，大哥们，我开了呀！帮我操作的，太屌了！哦，我对了，我操！我到他家，我到他家，他会操作我去喝他的水井水，真的，没骗人。又不吹不黑了，我靠，夸张！我你看我这么惊讶，我靠，我简直演的好像啊！对了，骗你们干嘛？你问我的观众。我去！我被围杀了。这地图有防护机吗？怎么还有人打我呀？好像没电脑打我的，我还没办法骂。我操！我直接差点被围杀了。这电脑，这是谁家的？五 TD 的大军已经杀了。这谁家的？这么屌啊！我去。菲菲你个 UD 呀、啊、你还是。你不是奥特吗？吓到我了呀。还有奥特这么强。感觉是来送兵的。啊，我的电脑是属于那种跑得有点快但死的是有点快的那种。哦。怎么又来了家电脑？哎呦我这哎抢人头，我靠，我背不住你们，能玩不能啊？还不让人抢人头了吗？我靠，为何你们还有抢人头一说？哎，人头狗，人头狗。我看哎，我们家
我们家的牛人怎么死了？我赶紧跑。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能告诉我吗？满足一下，我很好奇。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好像没有伐木机啊，这图。哎呀，这电脑发展的这么好，干嘛呢？好难整啊！我操！我要被野怪干死了！野怪这么难打。哇、哦！电脑来打我了！我赶紧往兽族家里面引。我的电脑已经去摁别人了，打的是你。那赶紧让他走啊！我去，我要有这功能就好了。哎呦妈呀，这个电脑要把我弄死了呀！哎，有点使不上劲感觉。我电脑已经5000多块钱了，我操！如果把自己的盟友 A 了，钱会给自己吗？不知道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。如果 A 了的话，那还真的是发了呀。我，哈哈。哎呦，又来送了，这样。哎。哎呦 ，TD。没有，我就路过的。这种经验一定要拿好啊。哎，我觉得是英菲那边送了好多经验了呀。我去，天天被人虐，好吧。哎呀，我这个电脑就是一直在给你们送经验的，没停过。我的电脑也是啊。我靠！啊！啊！你怎么了？皮皮，你可以的。不，你俩够了呀！你俩把我给包了呀！你俩把我活生生包饺子了。你可以的啊，皮皮。什么？发生了些啥？电脑，你的电脑的英雄是只有一级吗？对啊。哎，别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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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点机会嘛！这又是谁家的电脑啊？哎，我学校出事儿了，怎么的？电脑的智商有点感人。我去，谁的？我靠！因为你把矿都造到那上面了，有意见吗？有点凶，太霸气了，应该霸气霸气。哇，我电脑加已经贵了。哎呀，哟，原来是电脑开的矿，我去。啊，你说这儿啊？对呀、啊。哎，为什么电脑不给我送烟，老给你们送啊？这是不科学、啊哎、这种都是幽灵，我可以帮他飞。哎，我不能控我的电脑，太伤心了。哇，你知道我电脑说打哪儿不？打右下角的那个人。逗，我简直不知道这电脑是怎么想死的。哎呦，还好我的电脑比较厉害，帮我撑下来了这一波。哎呀，我的电脑怎么这么傻，每次都过去 A 阴粉。他要过来送啊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还是送肥了这个都。对啊，送了。送了剑圣，送那什么？我真觉得这个是送肥了哟。这个地图连商店都没看到。对啊，我觉得 U 的有优势。为啥？你说呢？秒英雄爽歪歪啊！
我真的很想对电脑说那句，你打不脱，你打不过他呀，给你赶紧走吧。哦，冰龙怎么都来了？哎，菲菲，我操，一万多钱的电脑，哇，出事了，完了完了，我要黑了。你咋就黑了吗？哇，菲菲拆我家地洞，我这地洞没有那个。哎呦，这弱智电脑我也是服了。我去，这地图上是不是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练了？我去，为何还有骷髅书的你？别来搞我呀，那个谁，盖哥。没有。在搞你。我走了。你再搞我就去干。我帮你再搞旁边家叶精灵。啊！我靠！别这样呀！我只是刚回来，刚回城而已。哎哎，饶我一命啊！饶我！我饶你没用啊！我电脑在这儿。完了！我要被抬出去了，这个。我去！哎呀！地狱火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爽？你哪来的地狱火？我很好奇啊，你打出来的地狱火？对啊，我靠，这个地方可以打出来地狱火。我要给电脑腐蚀之球，他自己傻叉，我要帮他买。哎呀，我要被菲菲给黑屏了。我一回来碰到个地狱火，我靠，这电脑太弱了。哎呀，不是电脑，完蛋了。电脑，我要成为第一家被 A 出去的了。我已经被 A 出去了。我不信。我真被 A 出去了。哎，菲菲，先回去。先回去，咱俩结个盟。啊、回去去哪里啊？结个结盟。结盟都冒出来了。来一飞，我们来结个盟，打他们两个，好不好？电脑不同意啊，我同意没用啊。哎呀，你同意就行了，你电脑我能搞得定。结不结盟，弟弟啊？还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呦，好啊！别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是谁嘛？这个电脑是谁嘛？哎呀，完了，我黑了呀！我要在我地狱火好之前，把所有人都灭了。我操！哎呀，我还被这个奇美拉在欺负。哎，这电脑真的是弱智。你不说你的电脑很强吗？你对他刚开始赞赏有加。哈，我操！这电脑完了，菲菲把我全部灭了。哪有？我已经没了。哎，你们赶紧打菲菲去，他是打我呢。我来拯救地球。哎，跟你们说，你们不打他，你们肯定就黑了。怎么也被 A 没了呀？哎，菲菲这里是5-5了，你再不去打，真的要没得打了。我们先把一人摆一个摁出去，好不好？然后再交战，别来摁我呀。先把什么摁出去啊？就是我干掉那个基地，然后你们决出一个人，然后最后再决战，怎么样？啊，好的，你的意思是我跟你决战了咯？哎，求救啊！我这里被菲菲给刷死了。你这，让我看一下你的正面部队。我去，这菲菲把我所有的兵给刷没了。我去，我打不过菲菲。我已经爆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只能说我什么都没了。弗莱德有什么部队啊？这么凶？冰龙毁灭，我打不过他。什么七七八八的一大堆，真打不了。我打不过他，我失败了。你干嘛要来 A 我嘛，大哥？啊，我觉得这一把菲菲要赢了，他好飞啊，现在。哎 ，TD 又开始这个各种三规，哇操！我电脑又去给菲菲送了一波经验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太屌了 ，TD！ 啊 ，TD 的三风点火流，我靠！求帮忙啊，你们！一的一，我真要没了呀！不行，我必须 A 一家出去了。都说了，我们先。不然我拿不到经验了。我们先用。太好，我要来 A 你了。别呀！我真的只能 A 你啊！哎，
A 我又没有好处，真升级啊！我主要我已经被 A 没了，反正我已经 A 不过你了，我没地狱火了。我去，这菲菲又来了，怎么还会来 A 我呀？哎，我们这个电脑真的是弱智啊！一个一级 KOG 挑战菲菲八十人口，瞬间爆炸。没，他在我班。我操！这太感人了，这么感人。我去，这怎么还有谁在 A 我呀？啊，你又来了！你这样合适吗？我只是来提一点经验。我刚被那什么在搞，然后算了，我回城回进去。这同时两家，我说一家电脑加一家你，这个暗夜精灵是你家养的？哇 ，TD 凶啊 ，A 不过去啊，我操！哇，这又把我 A 没了，好意思说？太凶了，TD 好猛啊！我主要是来提这家电脑的，那你俩慢慢打。我现在很尴尬，我就三个一级，你知道吧？特别尴尬。哈哈，你们信吗？三个一级。薇薇那边三个五。太无耻了！三个一级你说得出口？对啊，三个一级你都说得出口，我也简直玩不动了呀！好歹也收个二级吧。好，我首发英雄是等级还是有，其他英雄真没啊。哎，你不是打电脑的吗？你怎么又过来打我了？这是电脑，你别动。你看，真的是电脑。哎，怎么我家成这样的战场了？哎，我的盟友牛人酋长还是二级，我都颓了。你别 A 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感觉一个电脑还可以，一个二级的牛人酋长你也忍心打？我要给我电脑。发一点福利，哎，这智商啊，这电脑的智商啊，被玩爆了。我说好了给他买球的，我现在先给他了。哎呀，我就只能看着我的电脑空有一万三千块钱。我电脑 KOG 是不空有一万三千块钱，没有任何作用。我就看到我电脑这个钱要是给我就好了。我感觉我也应该出个狂暴，我感觉狂暴还是有点犀利的。对啊，你在 A 我的电脑。啊，这是你的电脑，我走，不敢打，不敢惹，放一马。我去，这个病好像有点多。哎呀，我去！别吓我呀，哥！这他妈三攻三防的病龙，一彪，我跟你拼了！好，死之前也要来搞一点你的部队。我靠！哎呀！我操！瞬间没了。哎，我打不下去了。我果然随到我最强的种族了，然后成为第一家被 A 出去的。不，你要看菲菲那个部队，简直是 bug。毛，我已经被 TDA 哎，你俩真退了。我肯定打不下去了呀！天啊，是有点惨。这菲菲，我去一直找我提经验，我都无奈了，我这个。我的电脑。好，我被你打回城两次了。我去 TED 这个部队，感觉有点克我。很凶，我也打不过、啊。有点克我。问题菲菲每次过来提我一会儿经验，然后就走了。提我一波他就走，提我一波他就走。GG了。你们玩吧，本来就是要打比赛了，我刚好也要回去了，好吧？好，下次再跟你们玩。哎，我都无奈了呀。拜拜。我的电脑喜欢鞭尸，我去。哇、哦、电脑太啊不，这菲菲简直是刷的我都无奈了呀！完了，我这么没了。好，我觉得你俩可以一决生死了，是吧？哪有？我就没了。
装。我去，你这满人口兵龙是闹哪样啊？哎呦，你们把我家都变成战场了 ，hold 不住了。我们先把他干死，英飞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死了呀。我已经死了呀，你过来帮我干呢。哇！后来决局长，我把他干死呢。哎呀，玩不了了呀！你提完了呀，我也提一提啊。好，我再给他。我看到你我都没打，然后你就来。哎呀，我的妹呀！你们这个真的是一人来提我心。